系租了120公分，然后 B 是等于600公分，然后课本上它上面是写公尺，然后把它换成公分就长这样。那为什么你要把公尺换成公分？啊？有写的，为什么你要把公尺变成公分？一个直觉，一个灵感吗？比较好算，因为公尺的话，比如说 1.2 公尺会有小数点，可是你把它变成公分是120公分，没有小数点可能比较好处理一些哦。再来。因为相似，所以它的边长就会成比例。然后就是 BC 乘上 CD 会等于 BC 乘上 AD， 然后再把它代数代一个 AD 就等于7到9。最后 OK， 好，掌声鼓励。我这边写分数嘛。